视频又再开始，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种的六级甲，还有头盔。头盔没有变，变的是六级甲。这个甲比之前的六级套要轻一点，走路要快很多，但是防护能力稍微弱一点。来，重要的是我们手里这把妹控，细心的观众会发现，哎，怎么25发子弹？没错，这是高级妹控，5发子弹秒杀一个人。哎，面前好像是4人队在打 boss 啊！我只需要几发子弹就能够秒杀你们。身装大佬进入新手村，好戏开场了！灭队了，灭队了！4个人还想吃一个 boss 啊！看了一下他们的装备，确实比较穷。有观众问自己狗牌怎么得啊？狗牌你击杀真人之后呢，他的背包里会掉落。这不是 boss 吗？血量也不多，那肯定是交给我们了。琳达手里这把妹控是顶尖妹控，精致的伤害增加 30%， 扩容弹夹有好有坏，加了好的扩容能够子弹再多加很多发。顶尖妹控再配上高爆子弹，可以轻松的击穿6级甲，六级甲也脆得像层纸，更别说这种3级甲以及小白了。现在爆的比较多枪，其实这些枪我是看不进眼里的，但为了能够回口老本，因为高爆子弹是非常贵的，我们稍微捡一捡吧，毕竟能够回口血啊。同时说一个坏消息，这个模式贼以后可能不会再玩了，因为挂实在是太多了，好不容易一身神装，可能外挂打你2枪你就登天喽。今天也是个快乐的破烂仔，捡了一下他们的装备我就溜了。